大家好，我是华清美易阳，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方法，鉴定你的耳机是洛达哪个芯片的。视频时间有点长，请大家耐心观看。这是顶配洛达 156M， 这个也是三代顶配无线蓝牙耳机，芯片是 162A， 这个是虹膜类型 162A， 我觉得接近正品 90%。 这个也是顶配三代无线蓝牙耳机，这个是蓝膜版本，芯片是洛达 162A， 虹膜蓝膜都是一个厂家，耳机都是差不多的。下边我们通过手机软件检测这些耳机究竟是什么芯片。首先打开蓝牙，然后耳机和手机连接，安卓手机没有弹窗，苹果手机有弹窗功能，现在已经连接成功。然后打开检测软件，检测软件显示耳机和手机正常连接，开始检测，检测显示 AB162M， 就是顶配洛达 162M 芯片。下边我们再重复检测，大家看一下重复检测的结果，也是 AB162M。 下边我们检测一下这个三代耳机蓝膜是什么芯片，因为检测视频比较长，请大家耐心观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三代蓝膜耳机检测结果是什么，检测芯片是 AB16X， 就是洛达 162A 芯片的简称，重复检测一样是 AB16X， 所以这个蓝膜是三代顶配版本。我们再检测一下这个虹膜三代耳机是什么芯片，大家也可以下载这样的检测软件，大家看一下检测结果显示 AB162A。 下边我们通过这个软件重复检测，大家看一下检测结果仍然显示 AB162A。 目前二代顶配版本是洛达 162M， 三代顶配版本是洛达 162A， 大家看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